是我们的任务还有十分钟。啊，你们还有？你别听他们说什么任务这那的。你想要干什么吧，你就直说就好了。哎呀，老公，反正就是这种方式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啊，好奇怪，他说话的速度比平常慢了很多倍。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我觉得你特别不自然。不是，关键这几年下来，你觉得我变不变？你当然变了呀。变了什么？对，都还行吧。你干什么？我没什么任务，老婆，我真的没有什么任务。不对，你想要我的银行密码是吗？哎呀，老公，你要干什么？什么？我要干什么呀？你这极其不自然。哎呀，我真是就是不，我不知道该。你快点吧，你就宣告失败吧，或者是你放弃吧，或者你咱们就回家吧，走吧。行，那我就先任务失败，好吧？你干嘛？只要我们抱在一起，烈焰火舌也抵不过一顿早餐的炉火，一段旅行。一路温暖的风景。